接下来为各位表演的团体呢，叫做日月星辰，掌声有请。大家好，我们是日月星辰，我是主唱湘子，我是吉他手庭伟。那我们其实是一个来自台中的音乐团体，其实我们两个看起来应该算年轻嘛。其实我们已经40岁。好了，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你比较像啊，他不就我四十岁吗？我四十岁吗 ？OK， 好，大概36吧，大概36这样。OK， 好， okay, 这是你的伙伴吗？就是是啊 ，OK， 没他永远18岁就好了，他永远18岁，我永远80岁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老灵魂的团体，致力于推广老歌的文化。那这首歌呢，想要献给我们非常热爱的城市台南，带来这首《恋恋五条港》，就希望大家会喜欢。其实这个歌曲我们当在创作的时候啊，我们你知道毕竟身为一个外乡人，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样去了解台南这个城市，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尤其台南的空气中都带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我们刚刚又非常非常喜欢糖，好像怪怪的 OK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恋恋五条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要由我们的主唱湘子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亲爱的阿嬷。那亲爱的阿嬷其实是我写给阿嬷的一封情书，因为她在前几年的时候过世了，但因为从小跟阿嬷一起长大，所以跟她的感情很好。那我的阿嬷是南部人，台南是她的故乡，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她都会亲手包粽子，带领着家人们包粽子给大家。那这是
粽子是专属于他表达爱的方式，那希望这首歌可以传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和把他的爱继续传承下去。对，然后因为我们想说像这样的歌曲我们很适合用一些比较简单轻松的方式，所以等一下就会用一些应该说就是用一把吉他的方式做呈现，这样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不好？那一把吉他就蛮考验我的功力了，所以如果等一下弹得不好的地方应该也是不会有啦。好，带给大家这首《亲爱的阿嬷》。这首歌曲的掌声好比刚大，代表台语有过关。哎，是这样子吗？对，大家，我们的台语还可以吗？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不怎么会讲台语的团队，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吗？哇，谢谢你，今天这你是唯一今天跟我们说我们台语可以的人，我们可以哦。啊，谢谢。那也真好听啊。是歌好听还是人好看？都好。好官方的回答，都好，尤其是七月份阿嬷有来现场听湘子唱歌，有，一定有，对，所以阿嬷有说那也真好听啊，有，刚刚有听到，你不要附和他的话好不好？好了，我希望在天堂的阿嬷一定有听到这么感人的歌曲。那接下来啊是我们的共演时间，我们要跟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团体，应该说下一个演出者池宇合作，要演出一首歌曲叫做《谈谈甜》。那《谈谈甜》这首歌曲，我觉得要留给池宇做一下介绍。台南是一个全糖的城市，你知道吗？台南吗？对，你不觉得连空气都是甜的吗？就是很多人说在台南拿一根那个竹签在路上走一走，它就会变成一球棉花糖。哦，这么浮夸，好，OK。好省哦，对对，就家里缺糖的时候可以出来啊，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对 ，OK， 想看庭伟示范，
我吗？对，拿麦克风转一圈会不会有棉花糖？我，可是我最近在戒糖了，你知道，好不容易瘦下来，就不太能吃太多。对啊，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下一次，好了，带来这首《谈谈甜》。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那如果真的喜欢我们今天的演出的话，也欢迎追踪一下这些行程的 IG、脸书粉专，还有任何你可以看到的方式。那未来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我们的个人创作，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一下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才子诗雨的演出。谢谢，再次谢谢日月星辰，谢谢庭伟，谢谢箱子，谢谢你们，谢谢。